克好爱莫扎特。嗯，文图马嘉丽皮线 ，Major Liz Lai H， 翻译文可艾可。对，然后可以听到什么？可以听到16种音乐哟。嗯，对，没错的，好，这是法国的音乐绘本哦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来听听看，因为这是图书馆借的书，然后因为小朋友都好喜欢哦，所以呢，他按到呢，他都有一点点，可能会有点点秀抖秀抖的，但是尽量 OK 让他清楚一点哈。你看大家都好喜欢这本书看，然后呢这个公司呢、嗯、是水滴文化出版社、哦、对，这个出版社呢它出版了很多这种有声书、哦、都很棒，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期念的呢、嗯、胡桃钳啊睡美人都是这个的、嗯、对，都是这个出版社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哦，今天帕克呢要带我们去做什么样的音乐的旅程呢？Okay, 帕克在哪里呀？帕克在这儿啊，对，他弹钢琴，然后他正等着他的好朋友冯西过来一起要练音乐哦。那在他到达之前呢，帕克很认真的练着钢琴。嗯，那他在练什么样的曲调呢？听听看啊，来，对，然后这个要用点力。这是土耳其的进行曲。嗯，好哦，两个人一起合奏咯，莫扎特的乐曲感觉真棒哦，小提琴和钢琴呢搭配的和谐又悠扬的。嗯，所以呢帕克弹钢琴，然后冯西他拉小提琴，那他们在弹奏的呢是什么，看一下，小提琴名奏曲。好，那我们听听看看能不能按成功。嗯，很悠扬的琴声，对不对？非常棒哦。好，然后帕克和冯西真的好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哟。嗯，但是他们放的音乐很大声，楼上的邻居哦会不太高兴啊，因为太吵了。有些人啊不喜欢太吵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的咚咚咚，对，太吵了，楼下的。对，你在弹奏什么呀？他在弹奏第255号交响曲、哦、嗯，其实很美妙啊，但是上面住的那个朱先生啊，他就咔咔咔，对不对？他就觉得嗯，咚咚，对，哇哦。他觉得太吵了、哦、OK， 好，嗯，然后嘛，走吧，红西。那今天是巴黎的音乐节，我们去听真正的音乐家演奏吧。嗯，听，然后呢，对，还可以，所以外面有很多的音乐。嗯，好，结果他们就秀下来了没有？嗯哼，好，快点。嗯，走吧。啊、哦，刚刚这一首是什么啊？是第40号的交响曲。OK， 好。嗯，在路上他们又听到小小音乐家正在弹钢琴。你听过这首曲子吗？嗯，听听看哦。看得出来吗？等等啊、哦，这个应该是可以。那你要唱吗？嗯，大家都很熟悉的音乐，对不对？你想唱吗？好啊。好，那按喽。你想啊、哦？看他能不能成功按出来。嗯，害羞，结果不太好按。嗯，再试一次看看。结果他没有办法按了，害羞。
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好，那再继续往前喽，哈，对，那有些呢不太好按 ，OK， 好，那巴黎街头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呢，地铁里面啦、啊，地铁站里呢也能够欣赏现场演奏呢，看这里，好多的音乐，大家都在那个，对，演奏着这个大小提琴嘛，看得出来。这个那是什么的音乐呀？我们看看，咚，好、哦，这个就在下面哦，小夜曲哈、哦，对，这边都有写 ，OK， 好，大家还可以再听一次看慢慢小夜曲，这样有点困难，不是那么好按的啊、哦，嘿，你看啊。那种有人装扮成莫扎特那个年代的模样呢，好精彩的表演呐、啊！这里，那待会这个曲子呢，看看这个是曲子是什么呢？哦，叫做《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尼》啊、哦，可以看一下，看看。是很优美的那个呢，感觉是个舞曲的样子哈。哎，然后他们帕克和冯西发现了竖琴，这是竖琴，很长笛的声音哦。他说是轻轻柔柔的，真好听。那么看看这个音呢，音乐是什么？长笛与竖琴的协奏曲哈。看一下，这个可能按不太出来了哈，没有关系，好，放着按，放着按看它行不行哈，放着按也不行，好吧，那没有办法了，那再继续，好，悠扬的圣歌在教堂的空间里产生了共鸣与回响，这个是安魂曲吧，好，看看安魂曲可不可以。他们两个都不高兴没有不高兴，他们是觉得非常的震撼，对呀、因为这是在教堂里头，是个很神圣的地方哈、所以这个刚播是一个安魂曲，好，那现在是六月，天气好热呀，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区呢，演音乐家的演奏让气氛更欢乐了，看这么多的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吧，咖啡吧，咖啡吧、然后大家在演奏的，是非常欢乐的曲调哦，那这个曲调叫做什么，看一下啊，竖笛四重奏 OK 对，然后呢帕克和冯西在歌剧院里为这美好的一天画下了句点，然后一起来听歌剧摩笛里的夜后吧，夜后，好，好来，好来，安住好，好，就是夜后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是莫扎特，他呢，他是1756年了，生长在奥地利。但是他35岁的时候就去天堂了，然后莫扎特他是个天才哦，他在4岁的时候呢，他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的乐曲，所以呢，刚刚那个摩笛呢是他最知名的歌剧呢 ，OK， 还有刚刚有个小夜曲啦什么的，还有刚刚的土耳其的进行曲都是很棒的，都是很有名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各种的音乐。好吧，我想要按看那个，好，那你可以试试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每天都是小星星。是那个是小星星，小星星在哪里呀、找找看星星，这个是土耳其。小星星在哪里呀？小星星在这里呀，这里有写啊，小星星的变奏曲，你按看吗？那你要唱吗？等等。好。一闪一闪
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嗯，很棒哟。可以再按一次吗？好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嗯，好了啊，停，小宝，让小宝，啊，小宝宝，好，可不可以？好，小宝，停，小宝，小宝想再按一次是不是？好、啊，我们看看啊，好，小宝，我们看看小宝的在唱歌啊，嗯，好，我想要唱这个小星星。好，嗯，可以了，结束了吗？歌哟。嗯，好，先结束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先结束了。Goodbye, Apples. 对，and party, say goodbye. When you say an apple in your heart, it is featureless. Story Fox. Thank you for listening.